开叉口了。等车来，哎，先给你用。啊，车会给你挡着袂？歹势，歹势。好，张先生，回嘛嘞？妈呀，坐你的车嘛，不烫我拿过来。你来坐后面。我他坐前面，坐后面。都可以。给我红包袋子嘛。啊，金老师不要说，我不走。不行不行。礼盒礼盒礼盒。给我个礼盒就好了。礼盒给我个礼盒就好了。给我一盒饼。你拿出来那个。其他都可以啦。哎，小张那个饼我们没拿是吧？围的饼啊。有这边不是吗？都没拿过来嘞。放在那里。有人在看吗？红包是他那个红粉饼那种，不要给那个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好，金老师要走了，分。金老师等下坐舅舅的车子。对啊，我们等舅舅来，再金老师走。那如意又要上车了，那他们把肾都放后面。肾放我那边。要放里面都可以，看。哎，你那边放得下就放你那里。我的头。放就没办法放这个了。那我放我这里。那个肾放一边的话，就顺便拿去缓一缓。张总是不是？这边。谢谢阿姨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这个，就是
那我们有空再去你那边走。好，你那边太好了，对啊，看看喜鹊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们这个冬天家这个有空到我家来啊。对啊，你们家太好了，空气太好了。太好了，有时间得走一走啊。好，谢谢。OK 了，谢了。让爸爸坐。他不能去，他不能留下来。谢谢，辛苦你了 ，David。身体健康。你看，你没有落下。